大家好，我是婚姻观登记照顾管理专员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宣导一件好消息，本馆已经降至二级，居家服务、送餐、交通接送、甲休喘服务等等，拢已经正常提供服务。日间照顾、行路灯照站、家庭照顾者支持据点，请机构送资料、审查合格了后，就当提供服务。另外，行路灯照站的休喘服务目前也是暂停开放。以上报予大家知，提醒大家防疫期间做好防疫准备，保护家己嘛，保护别人。若是全民的亲朋好友、厝边头尾有需要人协助洗身躯、饲食饭、刷叮当、甲上便所等等的服务需求，请卡长照服务专线1966，阮的长照服务就会送到恁家哦。